福啊！出嚟做咩啊？我生得啦！哦，系啊，咁点算啊？咁你仲快啲去揾针啊！哦，系啊！喂！哎呀，你真系出个冇药医啊！你梗系扶我翻入屋先得噶！哦，你小心啲出嚟。在100年前，海港以北的九龙区是没有医院的设施的，病人需要舟车劳顿去到香港岛看医生。1907年，一班社会贤达，他们建议在油麻地增设中式的医院，以应付当时九龙新界急速的人口增长。1911年8月24日，香港政府終於通過一個名為《1911東華醫院擴張法規》的第38號法例。在油麻地撥地12萬多平方尺興建醫院，而當時草擬興建醫院的是由政府委任著名的律師、政治家和身兼醫生的何啟爵士。他為了不要忘記當時建院的宗旨，目的是要為廣東的華人服務，所以這間醫院最後就叫做廣華。在这里出世，是全香港医院之冠。在1950年，马英九他都是在这里出世。曾经有个前辈他跟我说过，他说我们是有福的人，因为每日都可以见证到伟大的时刻，生命的诞生。真是难以想象，以前的产房就是这座建筑物，我到现在都还可以听到当时婴儿的喊声。这种的喊声代表着生命力、创造力，它印证着一个时代的过去，一个世纪的开始。时至今日，虽然医学昌明，但对于我来说，我工作的本质从来都没有改变过，就是从母亲的体内迎接住每一刻的传奇。王姑娘啊，生得啊，我来啦。
中醫就能夠做得到，你試諗下，中國自古就戰亂不斷，各種外傷亦都好常見。嗰陣時嘅中醫就能夠治療外傷，仲有各類嘅急症，中醫都有自己獨特嘅方法去處理。只係可惜，而家嘅中醫好少有機會接觸呢類疾病。
所以掌握呢類技能嘅中醫亦都越嚟越少啫。直頭好啊，咁快嘅唔得，慢嘅咧，細至傷風咳嗽，大至各種癌症，細到各種先進嘅檢查設備，能夠透徹咁檢查到身體，準確咁了解病人嘅健康狀況，各種化驗報告、拍片結果、就檢查結果，通通擺曬喺病人面前。哼，說服力強到不得了。呢啲即係西醫先做得到，中醫係冇得比嘅。喺治療各種慢性疾病上，中醫絕對係強項。呢種對身體全方位嘅調理，慢工出細活，精緻而細微，以靜制動，以柔克剛，等身體平衡和諧，帶嚟嘅健康同長壽係西醫好難做到。至於喺疾病嘅診斷上，西醫係有佢嘅特點，但係中醫嘅望聞問切亦都唔難掌握病人嘅具體數據對症下藥。咁傳染病咧，喺香港歷史上，在預防傳染病上，西醫發明的疫苗無疑是最安全、最有效和最方便的。在治療傳染病的方法上，我認為中醫是要強於西醫。中醫治療傳染病的成功是在於治病的理念上。喂 ，OK 点啊 ？OK，
次口罩夠唔夠用啊？阿你有冇流鼻啊？你放心啦，我呢個環境仲可以。其實我想講，如果我中咗，你喺我書房攞個兩袋俾我，入邊有曬我需要用嘅嘢。你估喊啦？你估喊啊？千祈唔好入嚟！你攞個旅行袋去門口打電話俾阿文，佢出嚟攞俾我。好啦，我夠鐘啦，我翻上做嘢。蔡女講：我愛佢，都愛你。真係諗都冇諗過，做醫生都會冇命。你樂觀啲啦，喺人類發展史上面，所有重大嘅瘟疫，好似傷寒、鼠疫、霍亂，通通都會過去。我信，我信我哋一定捱得過。麗芳啊，咁你產房嗰邊又點啊？雖然產房喺呢場仗係打大後方，不過我都收到消息。我哋要在24小時內接收曬葵涌瑪嘉烈醫院所有嘅孕婦，以便人力資源調配。真係估唔到，光華醫院會變做一間戰地醫院。非常時期做非常事。所以咧，我連遺囑都寫定，以備不時之需。呢場仗唔係淨係醫院打緊，係全港市民都打緊。我哋只係盡好自己本分。結果喺2003年短短幾個月 ，SARS 就攞走咗299個香港人嘅生命。而廣華醫院總共有78個人受到感染，當中有10個係醫護人員。好好彩，最後佢哋全部都打贏咗呢一場仗。而廣華醫院的中醫部在這一場疫病上研製了2條藥方，一條是比體質好一點的，而另一條就比體質較弱的病人和同事。他們不停地煲中藥、派湯包，同時又請了2個內地教授來廣華醫院應診，將德必有倫的精神表露無遺。法國哲學家卡某講得好，瘟疫是對一切人類生存情景的思考，同時重新定義了道德的價值尺度，並發現危機和轉機、生存和死亡、自由和不自由是緊緊扭纏住一切的事物。平安，這就是存活最根本的幸福。